综艺大爆炸，不炸不知道。说实话，情人节一个人的单身汪，请举双手。爆炸君仿佛看到了屏幕前的一双双凌厉的臂膀。话说，情人节不搞点事情，怎么能叫娱乐圈呢？闻到了吗，伙伴们？空气中那恋爱的腐烂味道。明星情人节秀恩爱，总能想出100种姿势。不说别的，求轻虐好吗？综艺大爆炸，本期导师：周杰伦晒昆凌怀二胎，儿女双全凑好字。高圆圆、赵又廷、贾静雯、修杰楷四人情侣旅行，网友傻傻分不清。谢娜晒与张杰定情歌，杰哥恩爱秀到新高度，你们看出来了吗？娱乐圈单身汪赵丽颖发言，林更新选择工作，王宝强让人心疼。说到秀恩爱，爆炸君第一个服的就是周杰伦当初给昆凌的世纪婚礼献杀多少少女，等到周董女儿出生之后，又专门把女儿胡乱弹奏的一段音符做成了一首歌，好听到哭。这不管是对现在的老婆还是前世情人，都把人甜得要命。这么爱秀恩爱的周董，怎么能放过情人节这个重要的日子呢？就在2月14日0点，音乐官方微博发出周杰伦宣布昆凌怀二胎的好消息。周杰伦风趣发文说，情人节该妈咪的前世情人到来了。照片中周杰伦竖起大拇指对着昆凌的凸起的肚子，辣妈昆凌的孕照也随之曝光，照片美如画，可以想象周董扑面而来的喜悦。有儿有女凑成个好字，周董已经走向人生的巅峰了。消息一出，网友们就不淡定了，昆凌嫂子到底是怎么保持身材的呢？都要成为俩娃的妈咪了，还怎么美？不如把声音它不懂得，你这样流动自由要比年少时不见惩罚过的事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。周董拖家带口的秀恩爱，贾静雯和高圆圆是闺蜜组团。2月13日，贾静雯通过微博晒和老公修杰楷出游的照片，并喊话修杰楷：“修先生，这样的情人节礼物可以每年都有吗？”让人注意的是，贾静雯还晒出一张蒙面照，让大家猜是谁。眼神很好的网友深谙贾静雯套路，分明就是高圆圆呢。原来此前去东京旅行的高圆圆、赵又廷夫妇，竟然是和好闺蜜夫妇来了个四人情侣旅行。但是当四人戴上口罩出现在一张照片的时候，简直傻傻分不清，惹得网友大呼脸盲。这波恩爱不仅有闺蜜互相助攻，还有《倚天屠龙记》二美满满的回忆杀。此外，最近被拍到常规秀恩爱的赵又廷、高圆圆夫妇也没停，高圆圆就连转发贾静雯的微博也要加上祝福大家甜甜又蜜蜜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开。圆圆女神的这波恩爱秀的网友们表示，可以给101分吧。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有有些明星撒狗粮撒得猛烈而直接，有的风格就是温和而细腻。你们看平时疯疯癫癫耿直的娜姐，情人节秀恩爱就风格大变，含蓄而羞涩。在情人节当天，在微博上只发了一句：“第一次见面听到你唱的第一首歌 Better Man。”没有很直接的表达出来有多爱，但是把两人初见时候的 BGM 泼出来，细节感动人呢。这首歌基本上是贯穿了两人的感情线，从初识到恋情曝光的那年跨年晚会，到两人的婚礼，甚至在歌手第四期的淘汰场，张杰还是把这首歌放在了这么重要的比赛中，深情表白谢娜：“他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。”杰哥来歌手就是专门为了秀恩爱的吧？这波狗粮够足，网友们也纷纷表示被甜的不行。评论：那么问题来了，娜娜和杰哥什么时候生小宝宝呢？大家看到我们两个的感情，可以去影响到他们，让他们觉得爱情的美好是永恒的。如果这世界没有张杰会怎样？一样的呀，没有我可能有个其他的杰，但是没有张杰，我估计娜娜就没有那么开心。有人情人节忙着秀恩爱，势必就会有单身汪们冷漠。情侣们不是爱发糖吗？赵丽颖当天就发了微博：“情人节都发糖，我就发把盐吧。”下面配了一张自己手捧一把盐的图片。赵小刀果然不负众望，补刀补的不走寻常刀。这个裙子真大，你的口红粘到牙齿上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，大姐？你早看你没告诉我吗？我是刚刚看见的。情人节你没穿礼服啊？同样情人节没情人一起过的还有林更新。当粉丝们好奇林更新怎么过情人节的时候，他也在微博傲娇的直言：“今天我选择工作一整天，只因为工作使我快乐，没别的原因。”
网友们看到后纷纷留言，段子手二星已上线，下届劳模有力竞争人选。秀恩爱的秀恩爱，发言的发言，工作的工作，但是最显落寞的还是王宝强。在情人节当天，宝宝发博，不知道今天该说什么，但还是要祝大家节日快乐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这样的宝宝让人心疼，网友们也普遍希望宝宝能够尽快找到一个好姑娘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愿大家都能爱与被爱，比心。